乐乐，爸爸娶方阿姨，你不介意吧？我当然不介意了，我可喜欢方阿姨了。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，要是有小妹妹，那更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领不领证，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。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。我干嘛要跑啊？我高兴都来不及。 好，好，好，你们俩的事儿，你们俩自己定，我就不操心了。来，你啊，我们俩单独喝一个。哎，我也要。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人家单独喝一个。不是你吃差不多了吧？是不是该写作业了？你们俩喝，我带他写作业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对，写作业了，走。 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咱们俩啊，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班里天天以为我们俩闹掰了。没几天，我们俩又勾肩搭背去喝酒撸串儿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恋爱、失恋、离家出走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永远都是你。 你现在都要当妈妈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你能和老冯在一起，我真的真的很高兴。烦不烦呀你？才多大就开始煽情，要老你自己老啊？我可不陪你。哎哎哎，小五，慢点喝。 我今天高兴，你们俩都不准拦我。哎，别光喝！哎，你尝尝这个，这是我新学的，试试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太好吃了！我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冯大哥，你醉吧。 哦，对了，嗯，礼物忘拿给你了。哎，一点心意。白叔，这什么呀？这个古瓷可贵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这回也太破费了，这一套至少得4-5千。多少钱？小欧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咱这一家人，你弄这干嘛呀？ 这不破费吗？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你看你，东西是我去买的，钱是严谨出的。小欧，他三头六臂，神通广大，就差赶上孙悟空了。他在外面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你呀，说的对，你放心，严谨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。对，正好杀杀他锐气，叫他平时那么嘚瑟。就是。哎哎，慢点喝，慢点喝，吃菜呀、啊！你不说这菜好吃吗？这个啊，我去趟洗手间。 赶紧，不要我什么？我去。说是少喝少喝。哎，对了，头儿，今天陈副支队长找你都聊些什么呀？有证据显示，严谨没有杀孙佳玉。 那意思就是严谨的口供是真的。那个老黄承认自己撒了谎，但是他又指认警队里有内鬼，就是那个内鬼开枪射杀的孙佳玉。内鬼，头儿，你说早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还出来个内鬼啊？不会是老黄他又胡说八道的吧？
孟南哥，你还记得2013年10月18日那天，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吗？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，也见不到严姐。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，这要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。那天的火势特别大，你还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伤了右肩。都过去了，别提了。你再提我都不好意思。那不行，到现在老伤都还没好全呢。你安静啊，我要记一辈子。哎呦，你听我的就别回了啊！你和妮亚睡，我和乐乐挤一宿。王大哥，我没事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妮亚一个人。赵廷辉的车在哪？我让他送我。你回去啊，多喝点水，早点休息。赵廷辉，反正我打车你也要跟着我，我就坐你的顺风车，到家20块钱，微信转给你。慢点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到家给我消息啊。走吧。练了好久才画成这样，都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画的，还是手笨，画了3幅，就这一幅能看的，你别介意啊。哎呦，这画的太好了！哎，你别说，真像我，太用心了，我喜欢。你真喜欢？当然喜欢，好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似的。老冯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你怎么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？你先回答我。妮亚，你是孩子的妈妈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我当然爱我的家人。那我要不是孩子的妈妈，你是不是就不爱我了呀？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老不思乱想啊？我以前是没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婆、好妈妈，但现在有了你跟乐乐，我愿意改变自己。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好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别哭了啊！你呀，你做的很好，你的出现。是我和乐乐的幸运，而且你怀了咱们的宝宝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是不是你生气了？刚才我对着小欧没有向你表白。别多想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孩子他爹，我跑不了。别哭了啊！其实我真的没多想，我就是觉得你现在怀着孕，你要是领证啊、结婚这些事儿，怕把你累着。你要真的介意，那把证领了，把婚结了。没事儿，我可能就是怀孕了，激素不稳定，所以情绪才这样起起落落的。我也觉得我打着肚子穿婚纱不好看，
我又不想被小奥比下去，还是等生完再说吧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当年你跟老冯是怎么认识的来着？你刚才没有仔细听啊，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吧。他为了救你跟你奶奶，右肩伤得挺重的吧？嗯，是挺重的。后来消防队的人来了，他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。我还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的。停下车，我想吐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可能有点晕车，我去吹吹风就好了。披上点吧，小心着凉。谢谢啊，这段时间你日夜盯着我，很累吧？身体吃得消吗？我没有问题，我早就习惯了，工作嘛。还是少熬夜，少吃泡面吧。你也少喝点酒吧。等严谨回来了，案子破了，咱们好好的喝一场。那就依你这个身体和酒量，我们还没上劲儿，你可能就醉了吧？可不是嘛！我记得原来有酒局，都是你替我顶着的。在喝酒这方面，我是真不如你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把我给喝醉了。记得呀。你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白色衬衣。和一个牛仔外套，倍儿帅，比你现在帅多了。一进 KTV 包间就坐在我边上。是啊，刚一坐下，你跟方姐就开始灌我酒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两瓶红酒，我都晕死了。你俩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还能唱歌呢。说实话，我那天就是听你唱了《我愿意》，我才喜欢上你的。嗯，我就记得你那天唱了一首老歌，叫什么？你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心。你的心是我的心啊！啊，我记得那首歌的副歌特高特难唱，你那天都唱到破音了，还算投入的哀嚎，笑死我！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。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个误会。对对对，就这个虐自己的表情。明明是这首歌虐好吗？你今天心情不错呀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不会是发现严谨的踪迹了吧？要真是那样就好了。前几天我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，没给你惹麻烦吧？没事儿，反正我的麻烦已经很多了，也不差你这一件。
没办法，谁让你是纪晓鸥呢？飞蛾扑火不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吗？其实你想一想，人生真的挺短暂的。如果真的爱了，就勇敢地放手去爱吧。 那是昆明灯吗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如果见到孔明灯，马上许愿，能很快灵验的呀。你也许个愿吧。我有点冷了，咱们回去吧。 记得在床头放杯水啊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晚安。假设。 严谨没有杀战，也没有推老王下山，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？喂，政务支队长，你一会儿能来趟我办公室吗？我可能知道你要找的内鬼是谁啊。 冯卫星受伤的时间是10月18号，也就是你们行动的前2天。按照纪晓鸥说的，他右肩伤得很重，但是他并没有上报，反而继续参加了行动。如果你们警队里没有习惯用左手拿枪的警察的话，那他右肩受伤的事就很可疑了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就太可怕了。老冯可是我们队里公认的老好人。2年前因为纪晓鸥的原因，我也跟他有接触。说实话。 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事情是他做的。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些之后啊，我又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战友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老赵，愿意再听我唠叨几句吗？你说，尸体袋里的打火机，分尸现场的烟蒂，清洁工业要的动作，这些看似有利的证据，仔细想想，其实都非常不符合严谨的办事逻辑。杀人、运尸、分尸、抛尸。 各环节做的都天衣无缝，怎么就偏偏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？而且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可疑指认严谨的身份。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可以明确的是，老黄亲眼目睹了那个内鬼警察射杀了孙佳玉，这一点在俩人见面的时候曾经交流过。老黄答应严谨，帮他端掉小美人集团之后，便说出这个内鬼的真实身份。 但是在第二天晚上，老黄就遭人暗杀了。很有可能是这个黑衣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才决定暗杀他的。假设清洁工和黑衣人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跨年夜当天晚上，他也是要去暗杀严谨的，只不过是错杀了战宇，无奈之下，他决定嫁祸给严谨。但是有一点啊。 那个黑衣人必须要有机会偷听到老黄跟严谨的对话，不然一切都是空谈。当然，如果凶手真的是冯卫星的话，但是跨年夜当晚，他又不在场的证明。冯卫星究竟是不是内鬼，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，咱们都别轻易下结论。但我相信。 只要我们努力配合，结果也许真的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
要检查，我已经好了，我没病。从检验报告的结果来看，冯乐乐的白血病确实复发了。不可能呀！这么些年，我们当宝贝样照顾他，他一次都没感冒，他怎么可能复发呢？大夫，是你们弄错了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白血病在五年之内有极高的复发率，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。医生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白血病复发后，治疗的难度会更大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想要彻底治愈，还是要尽快的骨髓移植。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，我今天就联系骨髓库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喝口水。老冯，老冯，你要是心里难受，你就说出来，哭出来，你千万别憋在心里，行吗？不就是找骨髓吗？国内没有，咱们可以去国外找啊，肯定能找到合适的。即便能找到骨髓，那手术费呢？那一大笔钱呢？你不用担心钱，实在不行，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。不行，不能用你的钱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老冯，老冯。
阿峰，你怎么了？老冯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你想想我乐乐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老冯，你开门呀！老冯，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撞门了啊！老冯，有你和乐乐在，我怎么会想不开呢？傻丫头。裴雪一定会找到的，乐乐一定会好的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……别怕，说这严谨迟迟都没有消息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，你这偷偷摸摸看什么呢？你今天一天啥都没干，就光盯着这笔记本了。今天晚上你盯着吧。我出去透透气，盯紧了。老大，是我。还知道我是你老大呀？啊？你慢点吃。你说这个时候能来一碗20磅的泡面，那该多好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跑，天津黄河都洗不清了？
小吴怎么样了？赵廷辉一直盯着呢，没事儿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逃跑啊？为了活命。赵廷辉找到了所谓我杀害夏雨最新的证据，摁死就是我了，我不跑我干嘛？那你到底杀没杀战宇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？还是咱哥俩感情变质过期了？你要是真认定是我杀了二子跟战宇，现在把我给逮了，死在你手里，总好过死在赵天辉手里。来，行了啊，我就一句话，你可倒好，十句话等着我。人家赵天辉抓你也是依法办事，你既然没杀人，就不应该跑。你这么一跑，想解释也解释不清了。解释什么呀？跟他解释有什么用啊？赵廷辉这个人死脑筋，只认证据。我只有把证据拍在他脸前，他才知道自己错了。听你这意思，是找到线索了。想听吗？说说。说倒是可以，就怕你不信。其实我自己都不信。少卖关子，赶紧说。简单说，刘伟是我曾经最怀疑的人，但他已经死。这些天我仔细梳理了所有的线索，有一个细节是我意外的发现：清洁工的鞋底有一点黄色的油漆痕迹，不放大仔细看，根本无法看到。而我跟老黄见面的建筑工地里，也有一片区域撒有同样的黄色油漆，并且旁边有一串月牙形的脚印。我想这不是一个小伙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，这个清洁工曾经到过我和老黄见面的地方，偷听到我们俩的谈话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我们灭口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就是老黄口中的内鬼警察。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，想要杀我，但在杀我的过程中误杀了战宇，为了达到最终除掉我的目的，转而嫁祸给我。你怀疑谁？王维兴，因为只有他同时与这两个案子有关联，而且有个重要的信息让我觉得是他，就是那一天老黄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时，冯维兴正好在我家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沾那玩意儿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？干嘛？给我去戒毒所。走。我不去。喂，叶老板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想跟你见个面，地址我会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和老黄的对话被突然发出的声响打断了。我当时追过去，只看到了附近的野猫，也就没有多想。尽管当时我注意到了地上的黄油漆鞋，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，我也就忽略了这个细节。现在回想起那个声响，应该就是有人偷听逃跑后不小心发出来，而且在见完面以后，我回家的路上发现他跟踪我。老婆，干嘛一直跟着我？
我刚才看你在家那会儿鬼鬼祟祟的，我就是担心你，我又怕你去碰那些要你命的东西。严谨，如果你还把我当大哥的话，你给我交个底儿，这半年来你浑浑噩噩都忙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吴伤得有多深啊？都这会儿了，这些还重要吗？你也不要跟着我了，严谨。冯文星跟踪我，与小美人贩毒案无关，所以我也就没提。但现在想一想，这其中有很大的凶器。我就说，你肯定不信吧？出来吧。好久不见呀，严老板。乔瑞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急什么？我带赵父这队长来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其实你的分析跟我们的调查不谋而合，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证据证明冯卫星偷听了你和老黄的对话。现在你发现的清洁工歇息的黄色油漆，已经使整个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逻辑是通了，但我们还缺少某些关键的证据，是吧，赵警官？他干了那么多事儿，总会有疏漏的地方，咱们还怕找不到证据？你可不要小瞧冯卫星啊！你记不记得我说过，冯卫星这个人心思缜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我去过他们家，想要找到他作案时穿的那双黑色运动鞋，但我没有找到，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。你去冯卫星家了？是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。放心吧，我手脚比较利索，他应该没有发现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也是被冤枉的，好不好？我是迫不得已去找线索的，我又没偷东西。那你就能用这种方法吗？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你能申请到搜查证吗？没有搜查证，不管是你还是老程，也没有理由去搜他们家呀。行了行了啊，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。如果冯卫星真的是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内鬼，那他为什么要跟邓坤这个毒贩勾结呢？这是咱们要调查的第一步，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，咱们就等于抓住了他跟毒贩勾结的有力证据了。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。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统一战线，那就握手言和吧。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，但在找到证据之前，你依然是战雨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，我必须抓你。很玄的东西，如影
声游戏触摸在心里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的告诉你，世界也不可惜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忆，什么